行行梦，真心爱你无采工，你若亲像采花香，花柳采了我把盏。脍炙人口的闽南语歌曲啊，叫做《粉碎心》。是啊，今天的介绍几位呢，就专门唱台语歌，国语歌都唱得袂歹。对，尤其是布袋戏歌，伊唱上侪。是啊，听讲最近啥物八点档《泛珠格格》啊，都是伊唱的。嘛是伊唱的。哎呀，这歌声真好。我今天带来的他的另外一半呢，也来到我们现场了。哦。全能拿卡几天爆笑弹，不怕大骂李义军。肮脏龌龊卑鄙汉奸卖国贼后果要你们下山了，真的。今天介绍几位呢，是专门唱台语歌，国语歌都唱得袂歹。对，尤其是布袋戏歌，伊唱上侪。是啊，听讲最近啥物八点档《泛珠格格》啊，都是伊唱的。嘛是伊唱的。哎呀，这歌声真好。我今天带来的他的另外一半呢，也来到我们现场了。哦。哎，这位呢，李义军小姐呢？让另外一位男主角，我们先不要介绍。那我们都很知道嘛，对不对？我们先把李义军介绍出场，一起来欢迎李义军小姐。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雨中对我说，永远。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一起来欢迎最受欢迎的歌王吴宗宪。吴宗宪。不管相信我的真心，哎呦，最后我来一起的错。不管相信你的爱情。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真心我绝情，我绝情。曾经在风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雨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相信你的爱情，假如你爱人，不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我来一场绝情。感动天注定爱你一生，真心我绝情，我绝情。哇，两位歌王歌后真是不容易啊！不过这首歌我听半天，到底是？真心话绝情是你的，我跟你讲，真心话绝情。风中的承诺是我的。真心话绝情这个歌是我写，不是这个风中的承诺是你的歌吗？是我的歌。那你唱哪个歌是中华伟？不是什么歌唱哪个歌？真心话绝情是因为这条歌《风中的承诺》才出来，所以他们是 copy 我们的歌。风中的承诺先出来，才有真心话绝情。我等下你下这条歌是真心话绝情，是不是你得奖那个？对，83学年度金曲奖。卖过过吗？卖过过。真的承诺是1990年，1990年，哎，对呀，那早多了，我告诉你。不行，一定要讲啊，这个歌不管谁唱谁，两个都唱得很好。对，但是吴宗宪呢，问这么多年能作词作曲的，都是抄人家的。哎呀，外号叫跑背舞的，就是抄我的。那彩排时阵，那也不讲你是要讲这款的。不是我哪有抄人，你要举证立例，我们才能相信。我跟你讲，刚刚两位这种表现啊，我对剪场很难交代。真的，本来应该够上前几个礼拜看到吴宗宪在节目出现，在这里众目睽睽之下，你众目睽睽了，耿耿。
锦葵礼拜呢，吴宗宪本来，但是这礼拜我们是要做李翊君，那吴宗宪听到就来，他是因为吴宗宪暗恋李翊君很多年。不要这么想，怎么可能？两位大哥，你们是两位大哥，你们这样讲就真的过分了。讲实话，你们要这样讲啊，其实我这一次会来到节目当中，因为简哥刚好出国。哦，对对对，我想你们还你就可以趁机会来了，不要这样讲，麻烦把床推出来，我们直接。对吴宗宪，我讲你写歌写那么多年哦，这个其实啊最下流无耻就抄人家歌嘛。你太笨，你一直在讲说我抄人家的歌，三天三夜，我这瓜下掉。三天。修理三。修理三，没三里，对头甲袂甲你想一摆。下流。我咧唱这啊，歌无好听哟。不是啊，我咧唱两句尔，你随便。我只想听你唱那后边迄句就真正下流啊。啊，主头搞。修理三，没三里，对头甲袂甲你想一摆。我感觉就歹势，但真要讲抄人家的歌，瓜哥的歌才是抄人家的。你唱短片，你唱啥？你要知道，我出过五张。你唱什么呀？我出过五张专辑，我最自豪。虽然唱片卖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五张专辑都真正花钱请音乐家说写出来歌，随便随便讲一首都是抄的啦。真的吗？什么大鱼大那个也那就不要讲了。还有一首叫什么？小后天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哎，周志平下地堂的共，不相信你，你唱唱看。我的立刻，这歌是人家写出来，怎么讲你抄呢？不是，来音乐，来，我不止骂你抄写，我还证明你抄写。听听看。我也许会在另一个爱情的世界里继续漂浮，但无论如何，请你牢牢的记住，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最爱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我也许会在你的爱情的世界里继续漂浮，但无论如何，请你牢牢的记住，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最爱你的，有没有看到？这两个歌真的很像。过来，你过来，你别被污染到，别被污染到。污染啊！我辣上狼太够了，呸！哦，哎呀，像 Kobe 那什么标准啊？那 Kobe 人的歌哦，卖十万以上就算了 ，Kobe 搁卖两万够糟了。你什么意思啊？那个不要脸！我怎么跟这种主持人一年多？哎呦，以前真的是我们敬爱的大哥了啊！你讲了，我想我们就分成这个西子湾跟台北两个现场。就委屈嘞，这歌啊不是我写呀。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到西子湾，听听被告怎么说。不是你最起码跟我们学习一下，我们的歌都多高雅，多少片啊？你出过几张唱片？你有资格教训我吗？哎，拍谁哦？啊，思念专辑目前台湾。稍等嘞，我跟你讲，大片大哎。嗯，我想你就别管我了，我想。不是，我跟你讲，全世界哈，上辈更小都是你啊。马料好，马料好，什么马料好？你专辑出过几张？一张啊，一张。来，再唱几，我知啦，一张我知啦。来，再唱几条歌？两条，两条。上重要迄条叫做啥物？妈妈，请你唔通听。这条嘛是抄的。这条抄呀。我马上就直接我别个我别讲的，你要证明一下，要证明一下。我不止骂他王八，我要证明他王八。哦。不信我们唱唱看，我让你了解一下，我的确不是王八。好，王八哥请了。王大兵那叫大兵，我来唱唱。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听。这还不错啦。有一日，我会得到好名声。爱一千过后，我分析我自己，只是不敢告诉你。
跨买，不要脸，下流无耻，肮脏龌龊，卑鄙汉奸，卖国贼，祸国殃民，下三滥。我们要分两个现场，现在这个是中正公园，黑屏是文化波。我才不要跟你们三个人站在一起，说来说去，你看看你们三个人多恶心，每一个人出唱片都抄人家。你看我，我的歌我从来都没有抄过。哇哇哇哇哇哇哇！先放大片。这大饼大，我跟你讲，他好，来感动，来感动，感动，感动。我惊着你，你们三个人狗咬狗好了，我是很清白的。我跟你讲啊，这个乾坤衫啊，我跟你讲，乾坤衫穿最好。你骂我们狗没关系，我是贵宾犬，他是土狗哈。哎哎哎，那这是雪纳瑞，雪纳瑞，雪纳瑞，我还马尔济斯嘞。哎呦，腊肠狗哦。反正我告诉你，我是很高级的。我出这么多张唱片，我是没有一首歌。我跟你讲哦，我们还不要讲你当中的什么歌，你第一张唱片的第一首歌就是抄的啦。进来给，来来，开玩笑，第一首歌评剧对不对？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同学们，这首歌你们最早听是从哪里听到？救国团，你在良心上，救国团呢？救国团，我跟你讲，这个歌哈，到现在不止 copy 人家，而且啊，他连词曲的版税都没有付给作者。这是证明下流无耻、肮脏龌龊、卑鄙汉奸、卖国贼、祸国殃民、下三滥。真的，我问你，我问你。有个评剧对不对？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同学们，这首歌你们最早听是从哪里听到？救国团，救国团，救国团。我跟你讲，这个歌哈，到现在不止 copy 人家，而且啊，他连词曲的版税。都没有付给作者，这是证明下流无耻、肮脏龌龊、卑鄙汉奸、卖国贼、祸国殃民、下三滥。真的，我问你，我问你，这个歌是谁写的？我告诉你，非常有名，叫做鲁拉拉。鲁拉拉写的，鲁拉拉，鲁拉拉，鲁拉鲁拉拉，鲁拉拉，鲁拉拉，鲁拉拉是救国团里面，人家带活动哎。那台湾总共有80000多个鲁拉拉哦。你看这个版税要拿去哪里？可是我告诉你，我跟你讲，这笔版税现在还在银行。是。只要这个歌是谁写的，就可以去银行。请问要拿什么证明才可以领得到钱呢？被打得半死才回来。只要你有办法证明你是鲁拉拉就可以。其实我很早就想讲。这个是你写的，我得介绍真正的卤肉饭。卤拉拉，你的美更强烈，大概有经验说在你都不肯。对呀，但是我们今天表现这个，就歌呢，其实好歌大家听没关系，但是要尊重智慧财产权。对了，对了，对，写歌的人很辛苦嘛，对不对？对呀。所以我们大家嘿，要尊重智慧财产权。是啊。你等我天天开心啊，你。今天既然这样，那咱们就来一出日剧，给大家看一看。你来当导演，《盲剑客大战宫本》。等一下，等一下，这角色要分配啊！哦，角色没分配，谁演谁？戏里面一定有男主角，是是是，女主角，然后呢，熟辣，然后这个路人，一定是这样嘛？因为大片大，记得你讲到毕业，我是我讲了，我们一定有男主角、女主角，还有几个熟辣，几个标片，标片。我安尼我根本做熟辣。不是大饼大，我跟你讲啊，这个角色的物件是要给导演啊，导演就一出戏来得上大，要让导演来分配，是不是？盲剑客大战宫本武藏，上重要啊，这个盲剑客角色啊，因为你本身啊，和你演一个青梅人实在是不适合。哦，对，因为青梅吃饭不方便，不可能吃到这大块嘛，所以盲剑客我应该就瓜哥了啊。而且我是好高好笑演盲剑客，没啦，你好高好笑没错啦。没有没有，瓜哥你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盲人。哎呦，你看看麦，一朦胧里边飞过来。啊，你演上？那我想我就演宫本武藏。你呀，你演这个内脏还差不多。为什么？这样好了，我跟你讲，这个我们这个大饼大就你就演这个女主角哈，女主角。她演女主角，那我演什么？你眼睛两个问号啊！什么女主角怎么样？拜托，这么胖的女主角。那你当然在戏里面也很重要，你演女主角的
孪生姐妹，妹妹是，我没那么衰，双胞胎姐，我没那么衰哦，奇怪。但是你们两个是算是异卵，生出来两个双胞胎，两只虫虫也不一样啊，所以我遗传了父母的优点，他遗传了父母的缺点，对不对？你是残废的蝌蚪，我说蛋，说蛋，说蛋嘞。一切剧情都是导演来安排的。那我要化妆吗？来，这部化妆没来看看。我这边拍位哦。混给贴能关来哈，再把锅能关。马上进行吴导演大导演5000万的制作，《盲剑客大战宫本武藏》。古墳的沙漠，凭阮满身的汗流甲重孤孤，拖着沉重的脚步，要走千里路途。为何沦落江湖？为何命这薄？をかけて帰ってきたのよ今日まで秋風が吹くみんなこの街を触れ慣れてゆくように私も旅に出るわ明日はさあ早く那小姐，你这是我妹妹啦。啊！喂，哎，我姐姐，赶快，哎，保养，你看你迄皮肤，佮看你迄身材，无一领衫你会当穿的，你看你巴肚哦。那我小时候嘛是健康儿童。天哪！是安怎面顶有人咧放屎哟？不是啦，下雪了啦。又起我葫芦。哎，现在下雪了。哎，今天你要天气袂歹啦。咱两个身世，爱甲人继续介绍一下。哦，阮是一对可怜的姊妹花。讲到阮两个实在有够可怜。阮两个人，老爸老母拢去阮的仇人米亚莫多姆萨西甲杀死。讲到吼，这个人吼，宫本武藏对不？嗯。这嘛是我的爱人，你知不？无想袂到讲吼，他竟然甲阮两个老爸老母拢甲杀死。我都跟你讲。既是我的仇人，又是我的爱人，啊，我唔知要安怎才好嘞。你一定要大义灭亲，知影无？我跟你讲，你也是会记无？爸爸的死状有多难看，面去有多扑掉，脚骨去有拖拉骨搞过，个怪手个呕掉，你看嘛，许种死状，我一辈子永生难忘。想起来实在心肝来才艰苦的，今仔日吼落雪啊，落雪啦，落雪啊！安尼啊喂，我真是要弄病。多谢啊！是讲好你家在。上课啦都开啊。我们还好，从小都是由我们的叔叔、咱阿姐给咱饲大汉。嘛，讲到这阿姐，她的情操非常的伟大。哎，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啊，给咱两个夫母养上大。嗯。尤其呢，佫是两眼失明的一个安尼啊，青眉人，你看卖咧。盲剑客是啊，讲懵讲啊，阿姐个今怎走对啊？阿姐啊，我来请阿姐出来了。阿姐，无言无言，大家来做伙，酒酒饮一杯，好大啦，好大啦。你唱什么歌？阿姐，我是一代上伟大的武术，你唱这个什么？无言无言。你是青梅阿姨咯，金门王哦。阿姐，你最近吼拍广告袂歹呢。对啊，甘啦。虽然我是一个盲点客，但是我的功夫是一流的。恁爸爸较早是我的好朋友，自从恁爸爸妈妈互杀死了，我就一直教恁功夫，有一天一定要复仇。是。阿姐，莫讲这啦，你看吼，今仔日吼。
下雪了啦，啊吼，萨库拉搁开啊，这吼风景偌水嘞，你知无？你的情人，我前面啊看有啊。你若一世人，功夫若一好，就是一直保持我在线，所以我功夫一流的。你保持什么会？在线。阿姐，稍等一下。继续讲，一年一年过，米亚姆顿姆萨西都是你的元首啦。听讲嘛是小妹你的爱，姐姐你的爱人哟。嘿，较早因攀啦。哎，唔通阁做伙啊？对啦，台西林爸爸都是元首人，无唔对。米亚姆顿姆萨西甲我这个梦剑客又不共戴天之仇，有听到无？所以我预约好啊，今年的秋天要来决斗。啊，但是已经落雪冬天啊，伊敢要来？一棵树啦，可能唔敢出现。来吃，感谢米亚莫多姆萨西。米亚莫多姆萨西就是我本人的事。你这个死老狗，无想到经过几年后，你还阁是一个老狗。你哪能讲起？阿舅，你没老狗。你闪啦！今天不是我，你苏亚邦的爱人。你袂使甲伊侮辱啦，伊是我阿舅呢。伊个查甫的，我免哪甲侮辱啦。今天早就是你攀啊！对啊，你爸就是叫喇叭哥的。小蛋，什么？什么？你也别，不是小蛋嘞。我请问一下，这个所在是彰化哟？彰化什么？阿伯，那有一个八卦山的大佛哩，遮。你旁边啊，旁边啊。好好的呀。伊的爸母对两个人去安尼给伊侮辱，你实在是足可恨的啊！我跟你讲。当初会干掉他的父母亲，因为他们是我的仇家。嗯，但是当初留下这两个小孽种，没想到我的小马子也是在他们当中之一。我想今天干脆，老的就干掉，丑的就杀掉。啊？丑的杀掉，丑的是你啦。阿姐，梁记，你没事啦。你有本事再来讲，这个是什么功夫，尽量点来。哦。一个敢是拍广告迄个，甘啦，甘啦！我跟你讲，今仔日代志大条的，来人啦，上！哈？哈哈哈哈！呀！啊！哟，阿姐，我丈夫一定死啦！死啊！我看得到，哎，我看得到，有快不？小小功夫在我面前点什么？没想到经过一年，你的功夫已经进步到这么多，连盲剑客。我跟你讲，拄才那两个，这是沙拉娘娘，现在马上上浓汤了。小蛋嘞，阿杰，嗯，阿拉打八股球去。哦，你来了，我来就好。好，你兼你懂技术钱，就是东方红过去。你小牌型点点子，什么人要上？上。我死到旁边也可以。
死，你有惊无？我惊什么？你不要跟我阿舅打了啦！我什么不要跟你阿舅打？不可以这样子。我们约好秋天在这里解决。嗯，我想今天这个两家的世仇，今天就是解决的时候了。哦，你有什么本事？刀技出鞘，必定要见血。你来后边一条人送的。他在这里太长了，帮助过到位啊！麻烦请同学帮我一下。既然要跌倒，今天准备开始吧。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亡啊！啊，两下拢发输，我跟你讲，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跳了。等你，干啦！啊，大嘞，好大啦！等你，什么相亲？你那串起啥相亲？你有干过不？你有干过不？阿姐，阿姐，谢你哦。不要紧，小心就是阿姐。我干部一定在一起上。你要摸到木沙西，来干我来呀！别看头！我想到你这个天王的这个盲剑客，竟然一刀就解决！阿姐加油！阿姐加油！哎，你说我太没戏，你要干我去！呀！阿姐奶台呢？别抬死我！哎呦，阿姐加油！阿姐要啊要啊！不要紧，我小孩喉咙太习惯了。好，你讲个笑。两刀还没死。完成报仇完梦，阿姐对不住你。阿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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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创啥？阿姐死前有一个愿望，请你答应我。什么愿望？你尽量讲啦。阿姐是在世的，一直拢无。希望你会当完成我的愿望。阿姐，过来。哇，还有。白露，你给我家己自投罗网。娘可奸不可辱啊！公堂五脏，我跟你情深似海，居然你把我阿姐抬死啊！小蛋嘞，我目标不是你，我跟你讲，你们我们曾经深情似海，我看咱两个都卖火凶凶残，我们可以厮守天涯。拉钩！啊啊啊啊！一刀把你堵下去，我那边要对剑哥交代呢。喵者，我就死啊！这个东西若是无你的话，我就要唱一条无你的城市。还是我不是刁工的，在这个无你的城市。心肝内想的人也是你，离开伤心的所在，离不开爱你想你梦你的日子，在这个无你的城市，心肝内永远也是你，怎样孤单来过日子，在这个。啊，是的，啊，去去，走啦！哎，你不要抬轿啊！无啦，想想行啦。这边啊，我来就好。你阿猫多木煞死，想袂到你是遐尼遐尼有罗曼蒂克的查甫人，太太要唱歌好听，太太当然唱歌好听。
你过去是块爱情。你看，你想哪啦？你玩哪个？谬者，谬者啊！连你也要谬者哦？唱一条歌给伊听，你要死啊！好啦，我唱一条歌给伊听好啦。较有感情的吼。好，音乐。啊，一歹赚，啊，囝细汉，啊，无袂赚，啊，家己嘛免怨叹。Once again， 啊，一歹赚，啊，囝细汉，啊，无袂赚，家己嘛免怨叹。我音哈你歹听，你应该死去，你应该死去啊啦。阿姐。等你，等你，我死到边仔会使。我那是无该开，袂甲阮阿姐讲小妹好事。今天我一定爱舍弃我家己的爱情，一定爱杀我的杀父仇人，宫本武藏。大哥，大哥，我是。小妹，我的爱情，哎，是死在这吼，这刀吼，拢死啊！哎，我操！我想，他们跟我说的话，誓言全部都变谎言了。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啊，狡猾！别看我决堤的双眼。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我只求再爱一遍。被骗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别再聊了，哇，林俊杰，林俊，以你导这种戏啊，不要说5000万了，500万都卖不出去。哎呀，我的胸部都摔扁了，我。摔扁了，我跟你讲，我躺在那里，突然间看到后面一台拖拉机来跟像鬼，在打掉机嘞，要不然当场我就挂点了。他刚刚有胸部落地吗？我怎么没感觉？有啊，有了有了，好大两两声。谢谢我们林俊杰，谢谢哥哥，谢谢。